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。这个公司这么一讲呢，我也感到就义不容辞了，对吧？那么所以再次跟大家讲一段。上次我唱的呢是马连良马太的《甘露寺》啊，讲三国的故事。今天我跟大家唱段呢，唱那个周信芳的，就是麒麟童祁派的一段戏，叫《四进士》。来上方过